福家庭十口们，大家好，这里是为您传达天一国充满希望之消息的孝情全球新闻。为了实现在神之下人类一大家庭的世界而出发的美国基督教圣职者联合会 ACLC 新逢创立20周年，在世界缩小体的美国，打破宗教间的隔阂，恢复已被破坏的家庭与社会，致力于天一国神世界创造的美国基督教圣职者联合会。本周孝情全球新闻准备了美国基督教圣职者联合会特辑影片，请大家一起回顾过去20年来所走过的足迹，拥有重生为天一国主人之充满恩惠的时光。나는여러분들을믿고싶습니다특히오늘여기모인세계에서모인성직자여러분은이시대에하늘이준비한의인입니다의인들의사명은무엇입니까자기를돌보기보다는위하여사는참사랑으로나라와세계를품을수있어야합니다타락한인류를하늘부모님의자녀로인도하는이축복이야말로6000년간기다려온인류의소원이며꿈이며하늘부모님의소원인것을알아야합니다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家庭和社会，并加强婚姻的价值，建立侍奉天父母的神国家、神世界，于2000年5月22日创立了美国圣职者联合会。2020年，迎接创立20周年的美国圣职者联合会，以真父母为中心，为了实现天父母的旨意和人类所期盼的和平世界，在世界各地引领了和平运动。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历史性圣地耶路撒冷，主导了和平大游行，为了宗派间的和解与和平，展开超宗教运动，将在中东展开的尖锐冲突引领至和平之路。还有在2017年，通过和平从我开始的庆典，美国圣职者联合会将能够为超宗教和解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具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圣职者和信徒凝聚在一起，引导他们走向和平之路。这运动连结到信仰的祖国韩国，展开韩半岛和平统一世界大会。以美国基督教圣职者为中心，来自全世界60个国家的400多名宗团长出席，思索了为韩国与世界和平的实践场域。在这场合中，深切体会到宗教人士对和平世界的角色和责任，举行了成立世界和平宗教人协议会的决议大会。This is like heaven, is what I would think that this would be, you know, is that all of these different people have come.And we share and we're united all on the idea of peace and that we can have it. 跨越人种和国家宗教的障壁，走出一条合一的道路，创立了世界基督教圣职者协议会。
坦诚告白大韩民国是神的圣灵及神主权直接统治的社理之国，并在韩国首先决议成立大韩民国圣职者协议会，为了建设神统一韩国与真家庭理想世界而努力。接着，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国家美国纽约，全世界70多个国家600多名基督教圣职者和美国的400多名基督教圣职者齐聚一堂，1000多名基督教圣职者以天父母为中心的神统一世界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虽然人种、文化、国家都不相同，但在神之下，人类一大家庭的理想和愿景中成为一体。25000多名基督教圣徒们齐聚一堂，举行了历史性的 WCLC 创立仪式。The magnanimity of the vision.That we are expostulating here today is that it doesn't matter what color you are, it doesn't matter what denomination you are,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peace begins with me. And might I say, who in the world has decided to take on a vision of this magnitude is becauseDr. Hak Ja-Han Moon, because if we're in here today, it's because we want unity. 为创立世界基督教圣职者协议会而上台的真母亲，强调了宗教人士的使命和角色。여러분들의각자기반을세계적으로하나로묶는 WCLC 창립이야말로하늘부모님의꿈인류의소원을빠른시간안에이루어드릴수있는축복인것을기억하기바랍니다거기에선두에서는뒤돌아보지말고앞으로달려가는여러분모두의인이며성직자가되기를축원합니다各宗教团体的代表齐聚在一起，将世界基督教圣职者协议会创立决议文奉献到天的面前，真母亲告知了新历史的出发。真母亲预备了使所有宗教人能把天父母侍奉为真正的父母的基盘。天地人正父母圣诞100周年及圣婚60周年的所有活动，顺利地献给上天。并且宣布了全世界人们都可以在天父母和真父母之下聚集的天父母圣会。为了美国，为了世界静心城的成果，成立了美国基督教圣职者联合会。在这基盘上，真父母为全世界人类提供了能在天父母之下聚集的世界。现在以天父母圣会为中心，期盼着所有人都能和谐共处的那一日。接下来为您报道预备着新冠肺炎时代之后的天一国宣教现场消息。
今年4月24日在天成望林宫殿举行的第1512届孝勤天宝特别修炼会被编辑成影像，一周后在日本当地各教区以影像修炼的方式举行。时隔3个月举行的修炼会，对于苦苦等待的日本石口来说，这是真父母浩大的恩惠。此次日本影像第1512届孝勤天宝特别修炼会，共有16071名接受预约，这是日本石口修炼申请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申请祖先解愿及旁系解愿10233名，祖先祝福7761名。修炼会当天，各教区遵守新冠肺炎防疫指南，只有少数公职者和代表代理参加。特别是同一时间，孝勤天宙天宝修炼院为了将天宝修炼会的属灵恩惠和当地连接，在勤心院特别祈祷室一起献上了精诚。在天父母圣会的巨大恩惠下，为胜利2027愿景的神全罗国神宗族弥赛亚出征式，有第四地区的公职者、5个教区牧会者、中心石口等300多名参加举行。当天活动以副会长殷宗佑的欢迎词开始，在充满希望的愿景中发表了关于传道环境创造、未来人才培养3个部分的地区战略。接着对优秀家庭和完成1000遍真母亲书信训读者颁发了功劳奖，与基成会长深刻传达了天父母圣会的摄理性意义，并强调我们要成为值得让天父母称赞的人。因为新冠肺炎事件，第四地区各教会和祝福家庭当天通过网络直播收看的节目，再次坚定了与真父母合一的火热孝勤，并决意要胜利新摄理性使命2027愿景。在神中南美各地区也进行了为天父母圣会与神统一世界安主的出征礼拜。新冠肺炎正扩散至中南美整个地区，因此通过线上礼拜收看了真父母宣布的圣言，以各地区长为中心，为了天父母圣会和神统一世界安主凝聚了所有石口的决意和精诚。另外，在巴西，神宗族弥赛亚活动与原理讲义通过网路正活跃地进行着。为了让所有石口都能过稳定的信仰生活，每天早上协会长都会分享真父母圣言。此外，通过灵父母与新石口共享1日、3日和7日原理讲义，引导新石口的信仰生活。另外，青年们通过视讯会议进行了80分钟的原理讲义，线上40分钟的精诚祈祷，还参加了 COSA 教育。与此同时，为了帮助因新冠肺炎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准备了生活必需品来分享爱。因新冠肺炎宗教的良善影响力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祈愿世界和平与建设神统一韩国的周四祈祷会，在韩国宗教协议会和世界和平宗教人协会的主持下，有10多个宗团、50多名圣职者与宗教人参加进行。在遵守防疫当局安全方针的情况下所举行的祈祷会，宗教团体代表点燃蕴含世界和平愿望的神统一烛，凝聚了全体的心情，进行了核心祈祷。宗教人士在国民遇到困难时给予慰问，并决意相似于天父母的心情团结合作。神韩国宗教协议会与韩国宗教妇女协议会在6月护国报勋之月和625战争70周年之际，在国立首尔显忠院进行了参拜仪式和服务活动。神韩国与宗教团体代表30多名举行了显忠塔参拜仪式，决意成为实现神统一韩国的宗教人。
之后，重新插上新的木槿花和太极旗，从事志工服务活动。同时，向被供奉在显忠院忠灵堂的翁孙总上校献花，表示哀悼。另外，第一地区校勤志工服务团也举行了纪念625战争联合国军队参战70周年的2020护国英灵解愿及祈愿南北统一志工服务活动，有170多人参加。当天，校勤志工团对踏上殉国之路的护国英灵表示追悼，之后到墓地清理花树、垃圾和杂草等，进行扫墓活动。校勤志工团决议以后继续展开显忠院志工服务活动等，更加坚定爱国精神。天父母圣会天宙和平联合会为神统一韩国安卓召开了2020 UPF 广域世道支部长研讨会。文言俄议长在会上表示，非常感谢按照真父母的旨意和圣言，成功举行了 UPF 出征式。为了尽快制定出具体的方案，希望收集现场的意见，找出具体且明确的活动方向，并加以实行。事务总长伊轩勇表示，为了创造天一国安卓的环境，培养 UPF 活动家，确保赞同会员的同时，通过国家或地区单位议题及公务事业的开发和实行，强化组织。松宽守副会长通过被选定为2020年行政安全部支援事业的和平之路计划，克服新冠肺炎，为了能够向国民传达统一的希望，做了现场的准备。另外，各广域市道支部负责人通过主题发表了迈向2027年的地区社会和平活动方案计划，并决议以天父母圣会为中心，全力展开国民和平运动，并要创造时机。迎接联合国国际家庭日，纽西兰 UPF 举行了以培养健康家庭文化的方法为主题的会议。此次和平大使视讯会议有20多名参加，讲师们分享了对家庭价值的深刻内容。在真父母的深切关心和爱当中，成为天一国未来人才的先闻仙鹤 UPA 士官生们，在天院园区举行了教育计划。140多名新闻仙鹤 UPA 士官生与公职者参加，与总裁秘书室长郑元周交谈社里近况，传达了真父母为人才培养所献上的精诚，并见证了侍奉的生活与孝情。同时，世界本部本部长尹英浩通过社里特讲表示，与天父母、真父母心情合一，以绝对信仰、绝对爱、绝对服从的姿态生活时，天就会动工。继承真父母火热心情的士官生们一起举行了和谐统一体育大会与心情祈祷会，就像天父母的梦想成为真父母的梦想一样，也成为士官生的梦想，决意实践孝情并回报喜悦。为了实现在天父母之下人类一大家庭的理想，一生不辞劳苦的真父母寻访和平世界的足迹永留在历史当中。今天我们在崭新的祝福中再次侍奉着天父母和真父母迈向未来，期盼全世界所有人类都能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明天。本周孝勤全球新闻到此结束。 PeaceTV 英文网站有中文点击窗口，请大家多加利用。